椒呗，你。啊，不管了。论斤是8块钱一斤，你敢吃吗？一斤有多少呀？啊，一会儿给你称一下看一下啊。拿点吧，姨，拿点吧。有月，没月了，都月拿这根、个。嗯，咱自己家这几粒月，也没家大药啥的。啊，家都有月了。哦。今天是太热了，不过朋友们特别给力啊。24.84。啊，7.8啊。嗯、啊，腿晒红的，红了白了都黑了都。哦，你这没没啥，穿长裤晒是腿的得烧不着了的。这不是腿都烧的。嗯，真是热。今天多少度呗？多少度呗？给你看看啊。不是，今天不是一般热啊。现在是40度，最高气温42度。我家伙的，那晒这地上不得有40-50度吗？50度哎，兄弟，辛苦呀，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对，为幸福生活而努力。哈哈哈哈哈！一定要信念，有信念都不热了，是吧？嗯，你还得想，凉快。坚持，能不能过去？苦尽甘来就是好生活。你喝吧。那我先喝了啊。嗯。给。哪个桶里呢？嗯。都一样，那是细了了，你快点吃吧，你一不吃都不吃。哈哈哈哈，你家牙口不好，我只应你嘞。哈哈哈哈，洗了放心吃吧，还不放心呢啊。这些都是你天天心里啊。现在没啥，一点回去做饭了。嗯，喝点啥饭？我这没想在啊，喝饿了不饿，就是渴的话。我也是渴。嗯，回去我这没想在。嗯，行。嗯，看这主食各式各样的红薯、鹅蛋、肉包、馒头，哇！姐姐带来了一顿饭，黄瓜、
冻点串肉，都是家里菜。啊，家里送的。嗯。到夏天都不用买菜了。嗯。哎，春色无味。嗯。